我唱两首而已，因为我无法唱第三首，我要去哭了。不要比赛唱失恋的歌，失恋的歌我们最熟。我告诉你，歌里面有大概八成都是失恋的歌曲。对，你以为像《快乐天堂》这么正面的歌有多少？一百首里面大概就一首。好了，现在呢要欢迎的是，那我来那个来，洪生来。阿姑这边来，好了好了好，阿姑在旁边。我们家小朋友呢，对，他就说他真的是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坐在阿姑的脚上面唱歌，好不好？我陪你，好吧？然后哥哥帮你弹吉他，好吧？那上来，你要弹什么？你要弹给我？对吧？你要弹，好，弹过来。好好，等一下啊、好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些，为什么我先说明一个不同的概念，跟朋友们做一点分享。我想，第一个，这个不叫表演。我们也不在什么陪子同心，什么都不是。当唱歌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呈现它都是很自然。我们希望我们呈现音乐的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坚持在唱作居家每个礼拜的礼拜三，我们做这个是很 free 的，很自在的。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做的，我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分享。今天这是我姐的小孩，说阿姑她想，阿姑要她要唱哦，好，她要唱。那她很认真的，穿着很漂亮，她写了她的歌单，对，就放好了。对，那当然基本上孩子对于紧张两个字他是没有概念的，但是他会有那个感觉，对。可是呢，我相信。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会给你掌声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大声唱，我会小小声在你的耳朵旁边跟你唱，但是你自己要大声唱，对麦克风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分享，你说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尚恩。好吗？你要讲要唱什么？你要唱出第一首歌要唱什么？第一首歌要唱《姑姑婆》。我就这个吧。